因为人民会，我们等下我就说不要想，我们等下原住民族传统美食，我们等下到那现在风格时候，对不呢？对现在观光部落，我是说买一扎，我们等下每年还要现在2019年部落餐桌节系列活动，所以呢，我们等下哦9月13日，等下等现在，香港的现在牛埔仔和到草原登场的那波，后面等下呀原乡市集。原乡乐舞啊，这代现在草地音乐节，让我买着姜豆、麻婆鸡、白竹汤。因为呢，我们等人民那么的东山麦当的原民会巴西瓦利，然后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大山间的杜燕鹏，然后现在记者会当的播出，我们到了80年代不是他们等在，而且第一记者吴大河买着专门等在阿好伊。我想上等着就不要和他人民会现在原住民族文化特色农业我们到了美乐乡现在2019年部落餐桌节买的姜等着北斗多姆我们等着马伯伯乡买的现在告诉爱共享好时光原味达人料理争霸赛原味料理工坊我们到了我才要成了周内福音我们等着北北一阿姆达拉说：“不要害马布布江登者，瓦内代现在原住民族。因为我们原住民的食材，在这几年已经推广很久了，很多人都会去慢慢的去接受它。以前的话是比较少人知道，我们的食材是真的很棒。”板凳们，阿姆登者春节节，阿姆登者都要发粥，阿姆阿姆登者甜点咯，苗乡的登者瓦内代原住民族。因为他们买着钱，他们等着玩了；别人他们等着多少，他们等着呢？玩了哦，莫言他们等着发不起，毛不起，他们等着就玩了。我去他们等着，奥数不懂的去买了那些，等我们等着丢不好，奥数他们等着红啊。我们都知道树豆，它作为汤品的话，它就叫勇士的汤。那树豆的话，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它的味道。那如果说我把它做成像点心，我希望小朋友吃到很好的东西，那我就把它做成奶酪的方式来呈现它的话，那小朋友接受度就很高。以现在的人民会副主委，我们那么等着莫斯科奥特曼学一现在莫维米达和瓦内代现在何时候买着姜等着背着他们，因为原住民族的传统美食，莫说买着当年的姜等着和那些的风格和对不可能的现在部落观光。也没得把项目等着武器的挖机项目等着做奥数项目等着不同的去做在那美路当的项目等着做奥特曼和红啊也没不项目等着玩的大原住民族像现在的那种吃的东西大家都很讲究有机无毒那我们很多原乡这样美好的素材、哦、是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原住民的传统美食推广出去也跟部落的观光一起结合我想这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活动，而且也可以促进部落的观光。那么买只姜等着北头头们肉，然后各所爱共享好时光。肉等他们等着9月13日，等他们等着呢，不是刚才等着牛埔仔的草原登场。一年的庙等他们等着，还会现在原乡市集、原民乐舞，会现在草地音乐节。我们买只买只姜在北头头们，我就说那点等着该不及走，等他们等着毛生那里好。又不让我们买着建筑被他偷门，阿爸也不准能便宜。